本集影片由雅培安素赞助播出。大家好，我是猜。大家好，我是鼠。小时候老师常常会出作文题目啊，像是20年后自己的梦想是什么。长大之后啊，就很少会去讨论这样子的主题。你有想过说10年或20年后啊，你会是怎样的人吗？我想你应该会是一个就是很壮的一个老人。很壮了，就跟现在还是一样壮就对了。那你呢？想要当一个环游世界的老 YouTuber， 不知道20年后财鼠频道到底还在不在，也不知道财鼠开吃会变成什么样子。大家好啊，我是老宅啦。大家好，我是老鼠。欢迎收看财气开吃啦。冷清控38哦，冷清控38你啊呢？这节目做久的呢。哎呀，安尼咻一下就过去啊呢。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什么？今天要来甲萤火族啦，介绍吼这啦，吼梅啦，酱菜啦，米筋啦，嘿啦，咱是大人吼，啊伊那都无伫咧厝啊啦，家己一个人吼，吃吼，简单的喝。就简单就好，简单快速就好啊！阿公对对哦，今仔日要来介绍这个食梅配迄个酱菜啦，哈、哦！我刚刚拄只有讲过安尼吼，讲过啥？我嘛唔知，就今仔日吼，要来介绍这个吼食梅配酱菜啦。啊，你即马是伫讲啥？哈，这个梅吼、哦、配这个。土豆啊，哈，花生。今仔日要来介绍这个梅啦，哈，这个梅配韭菜上好食啦，哈。你讲话拢困去？哈，我哪有困去啦？稍微休息一下。你就是安尼哦，嘿，长期拢安尼凊彩胡白食。饮食不均衡，没有摄取足够的营养素。哎，阿是会安怎？安尼体力才会愈来愈无好，啊才会打瞌睡。啊，那有打瞌睡啦！我甲你讲，刚拄只就是安尼，稍微安尼休困一下吼。你话够休困？我平常时拢有啉这乳奶啊，哈，牛奶就营养的，我每天都有喝呢。啊，那是乳奶无够哈。我阁有食这个维他命，哈，维他命对身体嘛是足好的呢。啊，你都吃那个维他命，啊，你到底是吃了多少？什么时候吃？啊，吃的够不够？哈，有食就好啊，有食就好。哎呀，啊就随便乱吃。啊，我都有食啊，啊无即摆是要安怎啦？我体力就是足好的啊，啊无即摆要来输赢，嘿啊。好啊，来输赢。好啊，来啊，赢。好累啊！这样好像比不出什么结果哎。那还是我们来使用这个体力检测5次作战大挑战，输入你的实际年龄。开始。12秒。啊，为啥我是14秒呢？14秒，你把我两秒，我赢啊！我哪会输啊啦？哪会安尼啊？足忝的啦，好累哦。哦，我平常看你吼，拢无伫咧食什么特别的东西啦，吼。啊，为什么体力就是这么好哈？因为我有秘密武器。我平常除了注重饮食均衡跟运动保持健康之外，每天早晚都会各喝一瓶雅培安素来补充我的保养体力。哈、哦、啊，这么好的东西要赶快拿来试喝看看呐、啊！刚才就喝零的呢，试喝看看，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呢。怎样不太一样？我本来以为哈、哦，它是有一点点粘稠的那一种，黏黏的。
啊，结果不会呢，很顺口呢，就像在喝牛奶。哦，啊，可是就是跟喝牛奶一样，是有什么特别厉害的哈？它不止不甜哦，而且它还含有三大营养素跟28种维生素矿物质哦，比牛奶还均衡。哦，我发现这个 N 味的桉树哈，很香呢。一天两瓶当牛奶喝吼，啊那嘟嘟好，里面还富含很多高优质的蛋白质哦，用喝的更好吸收。吼、哦，真的呢，我发现这个又喝的吼，比以前吃那个什么维他命啊，啊有的就大了，这么大颗很难吞、嗯、啊，这个也很简单方便。最厉害的啊，是它还有医学研究证明哦。只要一天两瓶，连续90天就可以增强体力。那我就要当做每天的保养，赶快来喝增强体力啊！这个就是要给他很多个赞呢，哈、哦，赞赞赞！我老了以后还想要去环游世界，当然要趁现在赶快养好健康和体力啊！除了自己喝之外，最近刚好父亲节快到了，如果还没想好要送爸爸什么啊？送爸爸好体力也是不错的选择哦。那如果父亲节不知道跟爸爸做什么啊，也可以跟爸爸一起 PK 玩玩看体力检测5次作战大挑战的游戏哦。不过稍微让爸爸一下，不要让爸爸在父亲节不开心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咯，财鼠开吃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啊，你这样容易疲倦打瞌睡啦。我哪有打瞌睡啦，休息一下，哈，休息一下很重要。